亲爱的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他让我先看你。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11 Washington University CSSA Mid-Autumn Celebration.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赵倩。我是于璐。我是韩克勇。我是舒赫。今晚的明月是多情的，不论您是在他乡还是在征途。 披在您身上的月光就是家人温暖的目光。今晚，让我们感谢上苍这门明月，是它一泻千里的温暖星辉，将你我邀约，让全球华人的心在今天、在此刻紧紧相连。月圆中秋，又是一年秋风浩荡、守望连月的美好夜晚。面对似乎同样的一轮圆月，今晚。 您的心情是否一如往昔？那些美好的记忆是否还在？您是否还会对着明月遥寄祝福？明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也曾忘霁月。正是这一轮圆月，让我们的心在岁月流逝之后依然澎湃。请在血脉里的故事逐一复苏。相信今晚它会带给我们新的感受和新的感动。 人们在月下做着团圆美梦，人们在月下聚餐赏景，人们在月下饮酒作诗，人们在月下寂寞托思。今晚，我们华大师生欢聚一堂，共享中秋、国庆这两个对华人都有特殊意义的节日。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老师、阖家欢乐，同学前程似锦，远在国内的亲人幸福安康。 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今晚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让我们在这里尽情歌舞，唱出我们心中的梦想，鼓出我们青春的活力。在这里，我们首先感谢Wu Dance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场舞蹈。同时，在今天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圣路易斯华人春晚总策划及艺术总指导吴雨梅女士。下面，我们有请她为我们致辞。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the honor to present the General Director of St. Louis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event, Mrs. Wu, to give us a speech. Thank you.